9月9号到9月15号，老虎、兔、龙到底生肖的运势如何呢？以这个快乐的观点来看的话呢，这段时间它的福德代表我们说的很多事，多虑、烦恼、忧郁、钻牛角尖，很多事都往不好的地方去思考，所以你坏的想法、坏的思考就有坏的运气，让自己多快乐、多唱歌、多听音乐。